塞这个行业大多是以男性为主，因为板德的工作相当吃重，有些粗活更是需要体力。但是于玲这个女生却选择承接家业，因为她从板德的过程当中疗愈了思念父亲的伤痛，也保留了爸爸的秋楼才。哎，您来来来，哎，你这也伤大无哈阿姊啊？哎，麻油个男士爽无？阿特西啊，你等下啦，姐啦，我来就检查。好来。你就凭着我记忆中的味道下来，没有 SOP。六年级的女中破塞丁梅玲，身边的追咖每个都比她资深。大姐他们哈、哦，跟着师傅很多，所以他们的技术非常纯熟。我认为这个行业里面哈、哦，越资深越值钱呐、啊，所以他们是我尊敬的姐姐们，他们都是我的前辈啊。哇，我说话你人会做，哪会这个怕卡啦？对啊，他们根本不是。二十一岁啊，他们二十一岁啊，他们都不是因为家里经济的关系。对，他们都不是因为家里困苦或是怎样，他们经济都比我们好太多太多了。真的有，你买个低调啊哈。我现在在炒的，我们要做的是古早味的米糕。就是很简单的食材，但是因为它就是食材好，但是你就是一定要注意，要把东西不停的翻炒，不停的翻炒，炒到那个味道都出来，才会香，才会好吃。注意就是不能烫，太熟或是烫不熟，那也不能烫过熟，过熟就是吃起来糯糯、凉凉，而喝。这一身板德的手艺当然有中破塞女儿的基因，但更多的是在父亲病榻前学来的。最多的是我在病床上学起来的，陪病的期间学起来的。嗯，没有就不想做啊，我想要美美的啊。就是不想做才想要早一点嫁人，因为觉得真的太辛苦了，太辛苦了，然后又要一直吹油烟，我不要。哥哥不想做，所以哥哥拼命读书啊。对啊，不想做，所以觉得哦，好苦哦，赶快认真念书。一心想着早早嫁人，离汤汤水水越远越好，但很多事仿佛都是注定好的，由不得讨价还价。就像中破塞的大锅铲，最后还是回到丁梅玲的手中。年近了，丁梅玲忙尾牙板的，还得应顾客要求做年菜外卖，但时间人手实在有限，只能做限量版。桂妮为大家规划这个3980的这个年菜十道菜，米糕各两个红锦，有两只红鲟米糕，十斤海鲜羹，然后里面有金贡肉，有黑鳞，该有的都有，藤桃就是赞，清蒸冰鳕鱼，然后这个就是醉虾，花雕药膳醉虾，招牌手入菜，好酱，好酱就是猪仔的脚筋啦，再来咱过年拢爱有一个脚裤甲笋干。鲍鱼、白菜肉，1.2公斤的乌骨鸡，然后就是炖鸡，然后还有我们的佛跳墙，纯古法炼制。为什么纯古法炼制？是因为每一样我拢家己做、家己换。我特别在为小家庭规划5人份的年菜：蒲烧鳗米糕、古早味的干贝、白菜肉、十斤海鲜羹，还有红烧虎掌、御品佛跳墙，还有红烧蹄膀。你的10人份的一些菜，大菜也是吃得到，只是分量比较小。对，这些菜每一道都有父亲的味道，藏着对父亲的思念。爸爸丁宗德是云林的中破塞，10年前罹患下咽癌。梅玲陪着爸爸从抗癌到住进安宁病房，整整2年。这两年，父亲用勉强发出的一点声音和手写笔记，从头开始训练。
教他开菜单、挑食材、做菜、摆盘。得案用几寸的、几尺的？啊，主家需要什么样的需求？要不要转盘？要不要桌巾？要不要椅套？要不要正空碗？看到我的父亲，他是一个了不起，他就学习语言治疗，然后用一个像鸭子发出鸭子的声音，然后他每天都不停地在学习他要怎么发声，然后来告诉我可以在病床上因着半桌，然后我们聊是开心的，讲到半桌就开心。我只是开玩笑跟他说，我要给你好瘦的人都吃得到，还想不到我慢慢好像也有朝着那个方向，对，然后好像有跟我父亲的承诺有完成一些了。就这样答应了父亲，再怎么苦，做女儿的也不愿意失信。只是妈妈看在眼里，娇小纤弱的女生得像男人一样扛瓦斯、搬锅炉，她怎么舍得？忙着我都拄要哭出来呢，真是怎样呢？不甘伊安尼，才无用了，才辛苦哈。你若是安尼咧拉，安尼咧，我就走边仔，我就家己去边仔哭啦。我拢会安尼啦。阮先生伊就举迄安尼去拉，安尼啦。啊，咱就看伊管事啊，即摆去看伊敢举，啊，咱就哭。咱就哭讲是安怎样，敢怎样要家己接即个。嘿，当官当拢伊家己向个啦，安尼啦。咱就是咧不甘伊安尼啦。一个查甫囡仔，人看要偌好个嘛，有人那着安尼较忝啦吼。爸爸走了，家里的板凳生意一落千丈，再加上年轻的女中破塞，总让老一辈的不太放心。终于有亲戚愿意把嫁女儿的重大宴席交给他张罗。接了第一单订单的时候，我是崩溃痛哭的，就是。我的爸爸不见了啊！我要自己扛这个，对着我父亲的那个承诺，我怕我自己没办法这样做，可是因为又很思念他，然后我就把我对他的那个感情转化到饭桌的这件事情上，所以我就不停地看着他留给我的笔记本，然后我就一直来每天重复不停地演，重复不停地想着这个饭桌。要怎么做我们那个流程，那我就是紧张到没有办法吃喝睡，可是当客人吃到那个味道是很仿佛是我父亲煮的味道的时候，跑到我的厨房跟我说那个丁中德在哪里啊的时候，我是抱着那个客人流眼泪。言语间曾经锥心要命的痛似乎云淡风轻，其实是懂得收敛悲伤，因为还有妈妈要照顾，有家业要传承。再说我是台西丁宗德的女儿啊，美玲说票汉在她的血液里。我觉得女生不论做什么都要有自信啊，这个是自己的手艺啊。在锅铲间，在炊烟里，梅玲坚守对爸爸的承诺，也疗愈了丧父的伤痛。这位云林的女中破塞，一出手就是精彩。快过年了，许多家庭的年菜桌上总少不了一锅红烧狮子头。有一家隐身在台北老社区的北方面馆，招牌菜就是狮子头。从腌肉油炸到卤白菜，至少要8个小时，而且全程手工。老板说，东西要好吃，就不能怕麻烦。只要肯多花一点的时间和心力，食物自然就会回馈给你。真好吃，我不要讲。美食当前，当然只要会吃，啥都不用多说。台北民生社区这间不起眼的面食小馆，必点招牌是网络上按赞数超高的葱油饼、牛肉卷饼。平常上班日的中午，拍摄这一天，摄影机巧遇名嘴王峰，也来他心中的北方面点王餐厅里解馋打牙祭。松松脆脆的，又松又脆，吃了一次之后我就上瘾了。台北的葱油饼里面，那最好吃的。
最好吃的葱油饼出自老板宝哥手里，出生外省第二代，宝哥小的时候，山东老爸爸就在基隆开传统中式早餐店。初中开始，宝哥就得早起帮忙揉面擀面丸，书包再背着去上学。十多岁扎下深厚基础，厨房练家子，手底有功夫。宝哥做面点，葱油饼是基本款，细节里动手脚，大同里有小异，是宝哥赢得口碑的 pebble。 打面时跟别人不一样，提前加糖加盐，让味道均匀分布，而冷热各取一瓢饮做半烫面，结合烫面和冷面的优点，创造适中口感。他把他的面的劲道啊，会破坏一些，冷水的话，它的劲道会面会比较硬。做饼的话哈，我比较喜欢用南部葱，它比较冲。那三星葱它比较甜，做炒菜哈，可能比较适合。大面团醒面松弛之后，就可以摊平，和够呛够香的南部葱一起成为美味搭档。肥泡泡又密密的面皮铺上满满翠绿还不够，得先撒面粉把葱花上的水分吸干，接着再喷些水雾保湿，干湿控制存乎一心。宝哥说这就是经验，没十年以上的累积成不了专家。太湿很难卷，会黏黏的嘛，很难卷。太干就饼就很硬了。你摘也不好做，这是一个自己的经验。传承父亲的好手艺，不过年轻时的宝哥看着父亲在厨房里的工作模样，觉得这是个辛苦、赚钱又慢的投入。那时候又年轻，就想我们绑在这里干嘛？然后就跑到台北来。于是退伍后跑去做五金建材业务，后来又转去保险公司上班。2008年金融大海啸后，景气惨淡，金融保险业更是首当其冲，业绩好几个月挂零，生活一筹莫展时，在朋友的鼓励下重操旧业，在民生社区街角租个小摊位卖葱油饼，大受欢迎。累积几年之后，开了现在的店面，把所有的功夫尽情施展。我们都是这样一直循环的，一直卤。从我开店到现在8-9年了，一直卤它的肉哈，一直在里面循环嘛，肉的精华都会留在里面。老姜、八角、酱油、盐巴，简单调味的老卤汁，因为牛肉的蛋白质不断补充，转换成为氨基酸，卤出的牛腱香气逼人。我们一般外面吃炸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刚来讲会觉得好像很油，但是我们半煎炸的油分就没有那么多，那干烙的又没有比较没有那么酥香啊，它没有那个炸的酥香。在细节用心的牛腱肉和葱油饼一起合体卷成人气大招牌，众多老饕认证不止5颗星。我这里啊都2级上将、1级上将都有啊。本来就认识啊？没有，都是来吃饼成为好朋友。真的啊？还有现在媒体的也很多啊，马西平也来过啊。做饼有一套，宝哥的另一项绝活狮子头也收服人心。青葱姜片打成汁，拌入新鲜猪脚肉做调味。都是后腿肉，油跟瘦肉哈，比例哈大概是2:8或3:7，比较符合做这种。做狮子头，宝哥坚持当天现宰的温体猪，肉质有弹性才是上上之选。搅拌完成得冷藏一晚才能入味。我们的吃起来是入口即化，松软。肉哈，我们只能用手去拌它，不可以用机器去打它，你知道吗？你有的用，他们会用机器去搅拌打嘛，那它的那个肉的筋度就拉出来了，就会像贡丸，有没有？狮子头160度酥炸成型，锁住甜分，然后和大白菜一起相依相偎。以5个狮子头来讲的话，大约要1.5斤到2斤的白菜。一般来讲吃狮子头都是白菜越多，都是吃白菜多。现在炖的话，你要让它慢慢的炖，要不然火大的话哈，白菜容易糊掉。细火慢炖还有1个小时，从腌肉到端上桌，一道菜工序繁复，考验耐心超过8小时，能够在客人嘴里发威，一点都不侥幸。我是比较急性子，我只有顺着它，你不能不顺着它，要改进，所以我们的个性就慢慢的调试。
不能急躁的还有过年爆单的腊肉，原料只有炒过的花椒、八角、盐巴和耐心。我用黑毛猪肉啊，三层的，那那肉都很漂亮，连我连那个味精都没有，就是很天然的哈。像外面都有放那个硝啊，那个对身体不好，我是从来没有放。三层肉干腌一个星期，再拿出来风干一个月。每年农历年前两个月，宝哥宝嫂就得开始加班，替客人赶制家乡味，五六百斤不够卖。肥瘦均匀的后腿肉，加上58度高粱腌制的腊肠，一样是年节抢手货。那有的客人没有订的话，我这边多半都是要先订啊。如果没有订的话，哈，拿不到啊。在外头打拼多年，以前追着钱跑，现在被钱追着跑。宝哥说到头来，还是可以随身带着走的一技之长最保险、最实在。有人要学我就教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很多年轻人都不学这个，我都训练他们，我讲说你们要学我就教你们嘛，对不对？教你们，你们自己创业是不是很好？比真讲起来比上班族要好，自己的事业嘛。手底有法宝，宝哥在不起眼的店里聚宝聚友，点点加三万块。今天我们的第二个故事要告诉您，一个鱼丸摊的老板，他是怎么靠着百元年菜成功拉回传统市场的买气。一如往常，东哥和太太一大清早就开始忙碌，摊前宝珠姐张罗着客人需要，四五十种品项，个个油油亮亮，浑圆饱满，吸引婆婆妈妈定神挑选。咱家拢是老人客啊，老主顾客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各式各样手工鱼丸、香菇丸，包馅不包馅的各有风味，甜不辣也是五花八门。牛蒡鱼饼、蔬菜花枝排都是热销款。每天坚持现场制作、现场卖，东哥的鱼丸摊在台中的第五市场是出了名的人气老店。我徛伫这间徛40年啊，飞机差不多伫中和啊，徛条金黄色安尼，较会芳个地方。蔬菜就是有那个豌豆嘛，哇，嘿，人个青豆银豌豆嘛，玉米嘛。啊，红萝卜嘛，这个红绿黄。高雄直送不中转的海鲜，做成鲜味十足的花枝排，想方设法将老东西变出新花样，所以加入不同颜色蔬菜。买东西他还会免费料理教学，花枝排吃不完，可以炒芹菜，又变成一道新菜色。每天在老灶前忙碌，他始终热情不减。看嘛，不要讲，因为这是行业啦，吼，过来，其实这样啦，我已经做40年吼，现在底下传承一挂吼，嘛是一种成就感啦。5年前，看着量饭店吸走人潮，原本传统市场的小姐阿姨们全都转移阵地消费。身为市场自治会长的她，带头拼经济，趁年节前号召全家动起来，一起来做百元年菜，招买气。哟，啊哪个好吃啊？啊是唔是？第二，咱的家己的生意以外，带动整个传统市场第五市场的小姐也来家，开来咱家买年菜。好几年是抱着风去看卖啦。当初是赞成，可是没有很看好。对啊，因为觉得说大家过年应该都会吃比较高档一些啊，因为一年一次而已。就第一年的时候反应很热烈。老爸出奇招，竟获得满满回响，人潮从场内排到场外，甚至出动警察维持秩序。李伯成和哥哥李家宏念的是餐饮，从国小就在摊子帮忙，功夫底子深，刚好是最佳救援手。忙起来就是可能就是像我爸他们啊，都是半夜可能就睡个2-3个小时，这样一整天下来就是休息2-3个小时。所以你要加入帮忙？现在都要了。我们的东西真的都是手工现做，当天现做，然后又是真材实料，我们不会加化学的东西。
推的年菜走的是百元价位，有红烧狮子头、佛跳墙、鱼皮白菜、芋头排骨酥、红烧肉等等，价位便宜，但用料做工还是按部就班，不偷料也不会去抢时间。鱼皮白菜卤，鱼皮要先倒一下，调味的话就是要重口味一点，因为白菜很甜，然后鱼皮本身是没有味道的。煮鱼皮白菜卤，手重一焖再焖的功夫，白菜的甜味就由焖功里慢慢释放。对自己开出的菜单很有信心，因为食材都是一手掌握。一般鱼皮可能就是讲，那鱼杀的皮是泡药水，发料的对吧？哈，我这鱼皮不是，我这是鱼皮晾干、晒干了以后去油炸起来。从这种鱼皮酱个 Q， 啊个个会香。把关食材，试货的婆妈都买单。原本第一年只推六道年菜，第二年、第三年陆续增加，从八道变九道，九道又突破十道。同样价格比我还贵几次啊，味道就是说这个味道。好，人家讲哇，恁的味道真正外口对袂到呢。啊，所以我推第二年就已经造成抢购了。围炉桌上必备的佛跳墙，九样配料有红萝卜、蒜头、鸟蛋、栗子、贡丸、排骨、鱼皮、大白菜和芋头，每一样食材都要下油锅。尽管用料比不上饭店高档食材，滋味却是一等一。为人一般干的贵油尔，内面拢青的对吧？啊，我偶尔会香，啊，佫会香，啊，佫会松的，就讲我已经浸甲内面拢泡啊的对吧？内面拢断断的色啊。东哥说，他的超级酥炸芋头块和苦瓜一起炖汤，瓜的苦立刻变甘甜。不可或缺的排骨用的是上排，得事前经过蒜头、米酒、糖、肉桂粉和香料腌过两天，才能进入第二道程序。咱当地的配合嘛，迄个价格压低一点啦，吼，洛山我配合的排骨要迄个价位压低一点。然后中药厂，我甲中药的部分，我甲有一个亲戚在做中药，也希望他便宜一点。一层又一层堆叠出佛跳墙美味，在市场卖年菜，他的生意经是进货成本以量制价，加上像是丸子类、甜不辣，出自自家手工活，最后就可以以漂亮的价格让顾客开心掏出钱来。但这两年物价飞涨，不得已他的十道年菜已经突破1000块，但整体而言还是平民价位。媳妇儿李杰玲加入，又带进新菜色，就是把最基的概念变成最主角这样子。那他其实登上年菜的桌子也蛮澎湃、蛮大气的。李杰玲的绍兴醉猪脚是菜单里最清爽的口味，但做工一样不轻松。红枣、枸杞、当归、川穹得先浸泡、煮过再冰过，让香气彻底释放。而猪脚要先穿烫，再以特调香料卤制，一切就绪，两者再结合，最后倒入绍兴酒浸泡入味。红烧的吃起来比较油腻，那近几年大家比较喜欢养生一点的，所以我们就把药膳入菜。高雄餐旅学校毕业，在高中教过书，现在和李伯承经营创意料理。绍兴醉猪脚第一年推出就造成抢购，最后只好规定必须买满全套年菜才能一尝它的醉香。我伫遐现做着，过年人家伫遐看，哇，拢是遐现鲜现迄落啊，保证鲜的，卖转去是卖，等于讲咱现做的转去就对啊啦。哦，啊，你讲为量贩店，或许也是冷冻的嘛。东哥在务农家庭长大，四个兄弟姐妹里排行老二，
当年生活辛苦，国中毕业后就外出积极寻找可以赚钱的机会，铁工、木工、车床、喷漆全都去做，但考量未来发展，才在表姐夫的鱼丸工厂定下来。人讲有使啊三年四个月，啊，但是我感觉我先想讲，我等个当时啊三年四个月，还足久嘞，我就是认真都头乌，啊认真研究，从较紧一直想讲要出来创业的地方40年前，他把当学徒还有卖农地的钱，花下100多万买下第五市场的摊位，开始鱼丸创业。因为用料实在，不添加，大受好评。熏黑发亮的老灶记录着强强棍的生意历程。感谢顾客一路支持，因缘际会下，10年前开始，在每一年母亲节前夕，将卖出的香菇丸所得捐做慈善。香菇都是我们自己从新社，我们台中新社的产地，从那边再回来，然后泡水，不是用那种大陆进口的香菇，那吃起来就有差，就有那个香味会比较浓。一颗颗带有爱心的香菇，长相不平凡，多了道捏工，成了特制的椭圆造型，每个月要提供知名火锅店2到3千斤。东哥忙着顾摊子，还要到处旅游交朋友，这是他拓展生意的paper。年节又利用县城资源，自信的手艺创造双赢。尽管摊位空间有限，但活力的东哥把商机无限延伸。